反对同婚立委。反对同婚立委。2020大选进入倒数一个多月，提出爱家三公投未被落实的下一代幸福联盟举行记者会，呼吁去年投下同意三公投票的765万民意站出来，用爱家的价值及精神，让投下赞成同婚票的66名立委在2020全面下架。我们只是渺小的家长，那但是我们会发挥蚂蚁雄兵的力量，与家长现在也没三回了，就剩三票而已了，就是不要投这66位同婚立委，你该还我了。幸福盟强调并不会特别支持哪一个政党，只支持挺家庭价值的候选人。幸福盟也在官网公布投下赞成同婚票66名立委的竞选区域，以及相对支持爱家公投的候选人建议名单。我们会有网站，会有这个投票指南，我们会全面的启动，让所有支持爱家公投的民众可以在明年的1月11投下他神圣而且正确的一票。2020爱家才会赢，全力支持爱家候选人。幸福盟宣布爱家投票运动正式启动，已经串联众多家长团体、宗教团体以及对公投结果不满意的民意，接下来在全台陆续办理爱家讲座及联署，呼吁全国民众一起赢回孩子的未来。